我们看第二题，这一题答案多少？我们给它带公式啊，这可以把它写成多少呢？一，然后这是三的平方，15，这15的平方，17，这17的平方的。这我看成 A， 这看成 B， 看成 C， 所以是 A 减 B 负二嘛，乘以 B 减 C 负二。再乘以 C 减 A 是4的，所以答案就等于8。哦，没有，4是16，不是8。哦，2得4嘛，4是16了，所以答案是16。所以这一题答案应该选 B。